颗粒为巧克力，出口全球46国。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一个蔬菜大棚里啊，这个大棚中的西红柿。今天呢，我们顺便过来采访一下这个大哥啊，今年用我们巧克力是吧？哎呦，那有好几年了。你这当巧克力是怎么用的？这个就是怎么扫地施了三袋子，有几肥就用了是吧？80斤的三袋。哎，你这多少地啊？这个是？一亩7、8。1亩7分地用了3包。追过没有？后续用了没有？后期用了。用了几次啊？用了3次吧。是怎么用的？滴灌进去的是吧？哎，整体效果怎么样啊？你用的？效果可以。这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？这个果子膨大后嘛，色彩好。果子是吧？哎，对，你看这个果子也多，看着。对，你看这个头大也亮。对，你看你往前走一下，你看，确实，你看，现在已经在卖开了，我看，因为今天在摘是吧？哎，这个都，哎，你看这个头。对啊，你看这个头，并且它这个上面都4、5个啊，你看上这5个都比较均匀，均匀啊，颜色也好看。对，你看它颜色，包括它的叶片都不错啊，你看整体。现在口感好，口感也好是吧？啊，今天摘估计这一茬下来能摘多少啊？一茬大概1-2千斤吧。从哪一年开始用我们巧克力啊？用了几年啊？现在是？他开始买我就开始使用。哦，10年多了。对呀，这也是我们老客户了。其实说真的，你这长得还确实都不错。哎，啊，整体效果也不错。你的长势、你的果型啊，各方面还确实都不错。对。啊，当然你跟这个也是我们老客户了，支持巧克力也接近10年了，也非常感谢你来给我们巧克力点赞了，大哥。巧克力，巧克力。